大家好，我们是 RAWQUEST 芮凯诗的品牌代言人 Seventeen 的徐明浩 D8， 我是 Seventeen 的文俊艾俊。成为探索自然纯粹能量的芮凯诗代言人有什么感受吗？其实呢，跟芮凯诗的理念是一样的，我们不也一直是在保持自己的初心，然后探索自身，然后一直努力的成长吗？是的是的，这一点呢和芮凯诗非常的像，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以及幸福。哇哦，没错，那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多多期待芮凯诗对自然美肤的探索之旅吧。